大家好，我再介绍一下，这是我那个唐山的徒弟，完事之后啊，就是历经了有一年吧，就是这个东西是为嘛要一年？事实上做这一对啊，真的用不了多长时间，是怎么回事呢？是我赶上，从汇才三镇搬家，我从汇才搬到天津职业大学，这不刚开始招生嘛？一招生呢，他就回来了，回来之后呢，就教过学员，教学员呢。就顺便就把这做了，又赶上招生，又赶上搬家，是又赶上疫情，所以说这才刚做完。这个应该，我看做的是不错，看到啊，这个你看看，这都嘛玩，都是随便的，你看哪个都行啊，你看，这个就是一个，二一个来说，这里头呢最关键的东西是在这里头，你看到吗？这有个拨头。看看这里头啊，看，这里都是嘛玩意儿，这还有抽屉，这里头还有板儿，就他自己做的，这也我也跟着忙活，反正就把它做上了。那个你给大伙交代交代，是吧？行。那你说说这个东西。这个呀，最一开始是那个有一个图片，就是故宫博物院里边有一个那个。博物馆里边有一个叫103个抽屉，它现在是103个抽屉。嗯，因为我们这个子小，就没做那么大。嗯，刚开始商量的时候是，估计在前年了吧，该过年的时候，我跟师傅商量，我说做一个试试，是，然后每走一步吧，因为这个东西没做过，里边那个八方没有研究透。当时我跟师傅商量了半天，然后每走一步吧，都问师傅一步，也比较麻烦这个事儿。所以说就把这个八方研究透了之后，然后才去做的。做完之后，反正也是中间也有好多事儿，就来回赶，就拖的时间比较长了。它这个里头这个结构啊是还是比较麻烦的。它这个抽屉，尤其是这个抽屉特别小。对。这个腿儿，它这一个抽屉就我，反正我做活做的也慢，这一个抽屉最起码得一天的时间，做这一个小抽屉。因为刚打完蜡，对，这个是一个挂项链的，两边一边一个，对，这个东西得把这个拔出来，才能去拿这个。这个活要说真的，他是不，你看，要不你弄不进去，看了从这里抠出来，所以说我们看也没拿拉手，应该这个小活你看这所有抽溜子嘛，全活的，看了，拔下来一个照走道，看了，单溜子就够十分的，看了。一模一样，一点事儿没有。所以说这个，咱看这有多重啊？这得30，有30多斤。我们拿一个秤，看了吗？我们这里头保证没有一点别的东西。所以说这个东西用料应该是够地道。把这个秤开开，你看看腰有多重。这个东西我赶上我们腰好像要这个吧，要哪个都行。要这个。嗯。把这个拔了。嗯。那谁过来把它拔了？嗯。把这个搬往这边搬一点。行，那也行了。对，应该是30。哎，那感觉要那这要是多重？叫小不点看看，是多少？19.34，十八，36，38.6。38.6，关键完还得刨这块板儿。嗯。啊，你把这块板儿刨了，反正应该这块板儿得有一公斤。有，我又不清楚。行，就连板儿吧，不用那玩意儿了啊。反正这个活儿说真的啊，我敢保证。在全网上他真的没有，就是有也不会跟这一模一样的。但是这个活我跟你说，你听哪个抽屉也好，你看绝对是硬的。这后边你看这小撞头，而且这里的槽你看了吗？这个地上这个槽看了吗？就打一个槽，而且做了一个小头把这槽都捡进去。小脚把它拉大，看了吗？这是他刚打的蜡。应该还行，反正看吧。反正这个东西是这个东西做完，我们声明啊，是不卖，是他留一个收藏，我留一个收藏。这个东西说真的，要是卖，你说这价值没法卖。但是别以为我忽悠一顿，我为了把它卖了，放心，我肯定不卖。你也不卖吗？你卖吗？不卖。因为谁做谁知道这个辛苦。这个料说句实话，你听，都跟铁菜那么沉，这么大的尺寸间方，你算算那个公斤的数，你告诉我这里有多少东西就知道了，好吗？反正现在啊没别的，我们也早就生了。现在就是现在目前来说，要想学就是这个榫卯的活上我家来肯定没问题。
咱说这咱有话说嘛啊，反正我敢不能保证说你学多好，但是我能教会你，教会了跟这个会做了跟这个做好了不一样，这个也叫做，把它弄了七里八棒也叫做，所以说这个学这玩意一定要自己踏实，好吗？就这样，给大家打个招呼。